嚟到 Vivi 妆，性感眼神是最重点的，所以我会用 Mask House 的蜂毒全效眼部修护精华，令到对眼更加闪闪发光。咁讲到最特别就是针筒式的设计啦，因为它是真空包装，而且有一些黑度嗰啲剂量，所以就可以令到啲营养保存住，冇咁容易氧化嘅。咁佢入面有蜂毒同埋葡萄籽油，咁所以搽完之后咧就好似搽咗 base 一样噶啦，啲眼纹会即刻淡晒嘅，同埋上粉会好易退。最紧要咧，最多眼纹嘅地方咧，你要搽多少少，咁令到你之后嗰啲遮瑕膏啊就唔会棘同埋一嚿嚿噶啦。